广播自大连沙谷 CEO 以来，将实力雄厚，由于你的报道身边，将天赐人之后，文化保密，天家马事，人人往西路走，地高有情的。被盗出睇到，竟然被砸咗。咁我喺度讲句，被盗出闻到嘅话，咁点算好啊？喂，我是吕布，边个揾我？我是黄昏。哦，你好你好，有咩指教啊？你啲 CD 一上市就卖到断晒，你帮我重发，我要多谢你，想请你食餐饭，唔知你得唔得闲呢？好，咁就今晚七点啦。黄叔叔，吕布有礼。唔使咁客气，吕布兄，请。吕将军，老夫有一小女，对将军十分崇拜，唔知将军可否赐个名俾小女呢？嘿嘿，签名，送埋钱物，写得入都冇问题。小女萧璇。帮我签个名字啊！冇问题。你写错咗啦！好，又清楚。搞掂。多谢。冇嘢啦，我哋见啦，第日见啦。好好，明天再见，晚安。Yes。喂，我系董事啊，我依家好唔得闲，又话快啲讲。我系黄允啊，我啱啱买一部进口 DVD， 想邀请代人一齐欣赏，唔知啊？咁攞嚟唔得啊？如果攞过嚟嘅话，可能会影响大人嘅 CEO 联姻噃。好，咁啊，好，我即刻过嚟。大人，请过嚟呢边。嗯。老爷，阿爸爸今次又敲老敲你啦。董卓一条狗贼，人得而诛灭，我会令父亲你失望嘅。咁我就送到府上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咁啊，点解？
回到府上，见到小女就话佢一近心未说，话小女有天就带走啊，咁我亦十分为难啊。落到佢个老咸重手入边。先放喺度啦，啱讲到边啊？哦，知啊知啊知啊。将军。
快啲入嚟啊！你係咪游水㗎？快幾個，我唔可以退出。